大家早晨，我一早过嚟投票，大家记得咧，过去选举制度选出嚟嘅立法会里边，相当一部分议员，佢哋经常拉布，甚至咧冲击主席台，拒绝履行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嘅责任，僭越政府嘅权力，甚至乎有人咧系甘愿被西方国家利用，做一啲咧反对国家破坏香港嘅事情。所以今次完善选举制度之后，我哋第一次有立法会选举，大家出嚟投票嘅意义咧，除咗系选贤与能之外，我哋系向过去令到香港停滞不前、令到香港蹉跎岁月嘅立法会嗰种选举制度，同埋选出嚟嘅部分议员咧说不。咁所以呼吁大家咧，系尽早出嚟投票。今次从百多位嘅候选人佢哋嘅背景，佢哋嘅论证嘅水平嚟睇咧，佢哋系能够喺符合基本法嘅情况底下咧，有全面嘅代表性嘅。相信咧，大家出嚟投票，拣自己心水嘅候选人，佢哋组成嘅立法会咧，系能够更加好咁喺符合基本法同埋香港其他法律底下咧，为香港市民服务，使得香港咧能够掌握好我哋国家大好发展势头嘅机遇，使得香港咧有更好发展，各阶层各行业嘅香港市民咧有更加好嘅生活。